华登出场，雷洪之斗也展开了第二季。李靖连本月11日再po长文，扣出王力宏试图带陌生人硬闯家门，疯狂摇门让他们母子饱受惊吓，更强调引请管家到警局备案。不料大陆网站今天就疯传王力宏在吴江家门外苦苦等候的影片，该影片据说是王力宏粉丝曝光，还强调王力宏为了探望孩子买了卡通气球、玩具等礼物，在门口试图敲门，却未获得屋内人的回应。影片曝光后再度引发热议，由于李靖连和孩子们住的是警卫森严的豪宅，不少网友都质疑粉丝究竟如何取得监控片段，更揣测影片的真实性。而王力宏所属的经纪公司红声音乐今天更公布律师会面的内容，表示律师建议王力宏在没有律师认可的其他成人陪伴下，不应该与李靖雷单独相处，还指李靖雷已经将他们离婚变成一场充满错误、虚构且恶意的抹黑行动。然而就在王力宏反击没多久，雷神再度出锤，他随即在 IG 上发文怒轰王力宏做错了事情没有任何悔意，更附上王力宏长期购买网军的证据，让吃瓜群众盯在荧幕面前，准备又要见红就羞了。李靖雷再发长文控王力宏带三男闯屋吓哭孩子，列八点回击，我有报警。王力宏与李靖雷的离婚风暴原本在王力宏的道歉及暂退演艺圈之下落下帷幕，没想到沉默三周的李靖雷昨晚再发长文，他指控王力宏解隔离出关后带着三名外人回家强行看小孩，让他和孩子遭受人身安全问题和精神虐待，怒批王力宏原来台面上的道歉不是真的道歉，只是用来暂时平息舆论和让我愿意点到为止、既往不咎的手段。李靖雷的长文中提到，王力宏虽然有告知会带两位男性工作人员一同前来，但自己已经明确拒绝，并告诉王力宏，我一个女生和三个孩子在家里，你带两位男性来，我会觉得有安全的疑虑，我希望我们能暂时抛开各自的心情，以孩子为重。他更痛批王力宏打算拿钥匙要直接闯进来，并且一直用力摇门，幸好有锁门，不然不知道对方会做出什么事情来，而且目睹了这一切的孩子们都吓哭了，自己也是手一直发抖，到晚上都停不下来。直问王力宏，你明明知道会造成在孩子面前有正面冲突，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对于李靖雷的指控，王力宏表示，他带了一位助理，一位在红声工作11年的伙伴，另外一位神秘的第三人则是评估的贴身保全。至于撞门把小孩吓哭，王力宏表示是因为听到孩子热情欢呼，所以才敲门回应，绝对没有所谓应酬的情况。而王力宏的经纪公司也向李靖雷喊话，如果我有证据请直接提告，让司法解决问题。据了解，王力宏是在律师的建议下要他不要单独回吴江探视小孩，最好有第三者陪伴。结果就在王力宏回应后没多久，雷神就再度出锤，提出八点声明反击。结婚才8年，竟然会有一个12年的夫妻生活助理，大家都知道那是你的私人助理，受你雇用，长期听命于你，对你唯命是从的男子。如果正如我所说，是否应该报警？我有报警。请说清楚哪一个部分是想象的，我提供证据佐证。我一直不只是欢迎，还不断请求你看孩子。想看孩子，为什么要违反协议中明定看孩子的条约？所有的来访人员必须经过双方评估同意，为什么未经同意要硬闯？为什么无论事前或现场沟通都要隐瞒第三人的存在？没抱到小孩十分难过，你原本自由可以选的时候，你自己规划农历年才愿意安排回来看孩子。哪一位律师会建议你违反协议，带着未经同意的三个男人，其中一位还是我素未谋面的陌生男子来看孩子，还要求要拔监控？我想不通监控会有可能录到什么，会比你现在的行径更可怕。如果需要证人，一位就够了，而且可以找一位双方都能同意，孩子也舒服自在的人选。为什么要在我一个人的情况之下带那么多人硬闯？我会透过司法，但透过司法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和花费很多的钱及精力，来不及保护我的人身安全，也无法及时阻止你让我每天精疲力尽的一切所为。如果你同意，我就抛证据。原本想说不要这么不堪，毕竟包含很多隐私，也不知道什么需要遮蔽，什么不需要遮蔽。另外 ，Bye Two 的妹妹 Yumi 先前工作室公开曾喊话李靖雷，指他要了警方联系方式，到现在已经过了21天，但警方迟迟没有等到他的联络。对此，李靖雷提供了一段影片，表示自己原本以为 Bye Two 工作室的讯息可能埋没在1512万封新讯息里。
但搜寻后却搜不到。事实上，自己也是苦等了21天，都没有等到对方提供任何讯息。而白兔工作室也立即再做回应，附上他们传送私讯给李静蕾的影片佐证，指控李静蕾撒谎，批他难道人不在内地就不用负法律责任吗？让这件事情变成各说各话的罗生门。